我买冷气用品牌什么？哎，你好，麦克没有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滤网。它这个设计有点像那个液氮，它是从前面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还有个这个。哇！前置滤网。然后呢，这一层叫做滤纸 ，OK？ 泡咖啡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一层呢，可能是另外一个滤网，我又不能拆。它是电子的，它是电子的。对，它是这个集成式的，所以你看，它前面那个就是电子板，然后灰尘会附着在后面，电子纸层。好，那我们看它效果。好，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那是不是用新的来用的话会比较好一点？好，用新的一定效果会比较好，不过你用久了到一定的程度，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滤芯效果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把它打开，开关它。还没插电吗？怎么插电了？还没插。这么好的设计。你要输入密码。不然它会自动毁灭的。我把它开到最大。所以这因为经费减去，所以是时效单位进来。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最强的。对啊，最强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3-3-9-5-1，哇，是不是数字非常高？这台摩擦机，哇，所以你看这个，这个对。